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，202集。顾清寒，你这个疯子，你自己没胆量救人，也不让我救，你就是个孬种懦夫，你这么怕死，不如早点死了算了，我瞧不起你。高竹清的叫骂并不能激怒顾清寒，他甩下他站了起来，强忍着心疼，逼自己扭过头不去看他。随便你怎么骂我都行，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。我可以对这世界上所有人冷血，但是高竹清，为了你，我甘愿赴汤蹈火。你现在不能理解我没关系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原谅我。顾清寒夺门而出，锁上了房门。高竹清拢紧衣服扑过去，顾清寒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，滚蛋，王八蛋，混蛋。他激烈地拍打了很久的门，都没有一点反应，把自己累了个半死。